今次我哋全面用中式步操，係充分體現咗警隊對國民身份嘅認同，同埋對國家嘅歸屬感，更加代表對國家所託同埋忠誠嘅莊嚴承諾。香港警隊已經由一個城市治安警察發展成為一支維護國家安全同埋香港穩定嘅執法力量。香港不能亂也亂得起，因為穩定係所有事情嘅基礎，冇穩定發展無從說起，冇穩定民心所向嘅真正價值亦無從發揮。推動香港社會長遠發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社會要團結，同為香港開新篇。